喂，我是小英，现在心情好点没？有点不放心你。好多了。谢谢你听我唠叨工作上的事儿。已经12点了，你该去睡觉了。那我明天早上电话叫你起床吗？好呀。还是8点半吗？行。好，我会在明天早上8点半叫你起床。再见喽。拜拜。对了，今天晚上会有6级风，睡前别忘了关好窗户。你也早点睡吧。